嗨，好久不见啊！我这人一忙就变胖，尤其是舌头，所以大家一看就知道我最近肯定很忙。今天我们聊聊异常火爆的智能家居这个话题呢，不好讲，因为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啊，都认为这是下一个必争的战略高地。但是行业趋势、产业发展、技术走向，厂商们各执己见。我要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这里的宇宙大道，早就去华尔街当分析师了。但是呢，真理往往就隐藏在用户体验的细微之处。今天呢，我带着大家畅想一下智能家居的美好未来，再看一看现在产品的细节体验，见微知著，相信你会更加清晰当前行业面临的问题、产品的弊端，以及购买时需要避开的那些陷阱。用科技产品改造家居环境，我的经验还算丰富。从2000年自己动手践行微软的维纳斯计划，到工作以后尽职责所能配合英特尔的数字家庭，陈天桥的网络迪士尼直至梦碎，智能家居概念喊了很多年，从令人向往的科技潮死变成一个只见投入不见回报的深坑。敢吃螃蟹的公司和先行极客们前仆后继，大都折戟沉沙。总结其原因呢，有人说当时的网速不行，标准不统一，产品体验差，价格贵，用这些所谓条件不成熟的理由敷衍搪塞，无助于我们今天更好的前行。我认为啊，更根本的原因是智能家居不是强需求，用户需求不强，事实厂商赚不到钱，就无法倒逼标准的建立、产品的改进以及大规模化生产后的成本降低。什么是强需求？省钱是强需求，安全耐用是，在中国呢，社交和装逼也是。比如同时智能设备、智能汽车外出能秀就是强需求，而智能家居并不是基础必需品，花了更多的钱仅仅实现了自我满足，不具备社交性和示范联动效应，就无法促进周围的人跟风购买，成不了气候。那么时至今日，智能家居就已经变成强需求，到了马上要爆发的临界点了吗？理性的说并不乐观，只能说技术发展日趋成熟，手机与周边设备智能化的联动程度越来越高，低头族们用手机掌控家居生活的需求正在开始慢慢变强。我相信今天关注本期节目的都是想实现自我价值、觉悟比较高的消费者。之所以这么给你们戴高帽啊，是因为我非常希望智能家居可以普及开来，但是这一波产品热潮会不会重蹈几年前曲高和寡的覆辙，真的取决于当前市场处在需求顶层、有前瞻能力消费者的态度。智能家居之所以十几年来反复牵动着我们的兴奋神经，是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每个极客男心底都有一个钢铁侠，甚至感性的科技盲们对这个场景是否还有印象？不要觉得这些离我们很远啊，我就举一个生活中最常见的小细节。你有没有发现家里遥控器四处乱丢，太多太乱，光电池就要耗费 N 节，父母记性稍差点的就会手忙脚乱。哎，如果你有一个学习功能的遥控器，把常用按键的红外信号代码记住，就能合而为一了。这已经算是跨进智能家居的大门了，因为智能第一层境界呢，就是互联互通、集中管控。当你体会了其中的方便之后，敢不敢再往下想？如果家里的灯、窗帘、微波炉、扫地机器人也能用遥控器控制，再干脆啊，把遥控器换成手机，那我们就可以懒死在床上。不光是你，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伟大梦想。那就一起来畅想一下智能家居的终极形态吧。早上起来，你在床上喊一句，有光。于是窗帘缓缓打开，阳光照进房间，台灯也伴随着美妙的音乐渐渐亮起。你又喊了一句，要有空气。于是智能新风系统开启，将屋外的雾霾过滤掉，带给你新鲜的空气。空调呢也自动打开，把整个房间调整到舒适的温度。你又接着说，要有食物和水。早餐机、微波炉开始工作，不一会儿出来的就是热牛奶和热腾腾的面包。要有草，要有生命。于是智能浇灌系统开始给花朵浇灌，宠物的食盆里也自动的补满。这时你再慢慢起床，
一边穿衣服，一边听着电视里推送过来的天气预报和早间新闻。出门呢，也不用担心会忘记带钥匙和钱包，因为手机早就可以充当银行卡，而你的门和车也都可以通过手机近距离安全授权来打开。惬意的一天就此开始。工作中可以忙里偷闲，通过智能摄像头看一看家里的果汁是不是又调皮了，再搜搜最近新出的人气电影，预定下载，晚上回家就可以自如的观赏。看完以后啊，别忘了再和远方的父母来一个面对面的视频通话。睡觉前手机点一个按键，所有的灯光和相关设备都伴你一起进入休眠模式。这场面大家听着听着也会醉了吧。好消息是技术实现已经并不遥远，懒死在床上现如今已经不再是梦想。坏消息呢，是你先要累死累活的半辈子努力挣钱，这个目标才能实现。开个玩笑啊，没那么夸张。不过我们也要先冷静一下，回归产品当下的现实。罗马不是一夜建成，技术也要从无到有逐步的发展和完善。纵观智能家居行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相互拆台、杀鸡取卵的撕逼史。争的是什么？争的是标准这个入口。你看手机界打得红红火火，各家为了上位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明枪暗箭、苦情设局之外，也有价格一撸到底、自断双臂的。不赚钱还如此卖命，至于吗？至于。谁都知道，用户一旦适应了某个标准生态，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他们窥探的都是以手机为平台突破口，最终控制你所有生活细节这块大的蛋糕。遥想上个十年的远古时代啊，各大 PC 厂商就在为数字家庭的技术标准明争暗斗。当时我所在的同方呢，还在为战队闪联阵营还是一家家阵营而苦恼。现在想想着实可笑啊，产品还没出来，市场还没认可，就先在窝里斗，最后终究是一场神仙打架，糊里糊涂的收场。然而战火并没有熄灭，近两年随着物联网概念的兴起，无线连接技术又成为争斗的焦点。刚才提到智能家居的第一步是互联互通，可是呢，目前现在常见而且适用的无线技术至少是5类以上，我们有必要逐一介绍一下，用个形象记忆法吧。那分别是红外、蓝牙、WiFi、Zigbee 和 Z-Wave， 估计算作一类吧。最后不要忘了 NFC。 红外，我们家里绝大多数的电器都是用红外来遥控的，在智能家居时代它有点太弱小了。首先呢，红外的穿墙能力太差，客厅和卧室就是两个决绝的世界。其次，它的数据传输率极低，只适合几个字段的代码。再者呢，指向性强，角度对不准就彻底无效。如此多的限制和低效率注定要被淘汰。现在市场上有一种产品，通过 WiFi 与手机相连，然后把手机的控制指令转化成各种红外信号发射出去，非常巧妙的让老家电瞬间智能化，焕发第二春。空调想调多少度，电视想调到第几台，一个以手机为中心的智能家居初见雏形。不过从长远角度考虑啊，它只是一个临时过渡的产品形态，并不适合消费者在这里面持续拓展投资。蓝牙的资历也不浅了，这是一种30米左右的短距离连接方案，功耗低，带宽足，穿墙能力不错，尤其是蓝牙的一个变种 IBCAN， 在苹果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HomeKit 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前景十分乐观。但是呢，它有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一个主设备它能连接的从设备有限，一般也就6-7个，多于10个就非常不稳，这个数量对于整个智能家居来说是远远不够看的。第二，这个技术是点对点，需要2-2配对，从设备和从设备之间很难数据沟通。比如说空调可能就无法获悉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那最被抱以厚望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 WiFi 了，不用过多介绍啊， WiFi 距离最长，速率最高，手机电脑全是用，但是它也有它的短板，就是太耗电了。你看人家红外蓝牙装一个电池就能用个一年半载，假如一个智能水杯用的是 WiFi， 那么两节电池也就顶个2-3天。所以一些带220伏插头的强电设备可以上 WiFi， 比如说开关、灯泡、空气净化器，耗电多点呢也不怕。
而一些需要电池的弱电设备，比如说无线键鼠、智能牙刷、体重计什么的， WiFi 显然用力过猛，并不适合。因为 WiFi 在功耗上的先天不足啊，所以同样基于 IEEE 标准，又衍生出了 Zigbee 和 Z-Wave 两个技术。它们支持的节点很多，除具备 WiFi 的优势之外呢，通过降低速率也解决了耗电的问题，所以被普遍认为是当前最适合智能家居的无线连接方案。很多传统家电企业和很多搞所谓物联网的用的多是双 Z 技术，很多利益集团也押宝他们。但是我以个人浅见啊，说几句得罪人的话，双 Z 最大的问题是与 WiFi 不兼容，家里边还要单独买一个集中控制器。当然了， WiFi 也是需要集中控制设备的，不过那个叫路由器，家家都有，所以不算负担。而且啊，双 Z 在我的实际使用体验中不太稳定，相互干扰、信号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对用这种技术的无线设备心存抵触。最后不要忘了 NFC， 传输距离最短，只在3-4厘米内有效，对接快，传输速率低。家中似乎没有什么设备距离肯定能够保证在这么短之内啊，但是这样的技术特点非常适合开门、解锁等需要安全授权的场景。试想，如果家里边的门锁是通过 WiFi 来网络控制的，尽管也比较安全，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在远程惦记着。 NFC 这种距离超短的劣势反而成了安全上的优势，虽然短，但是足够的 stronger。五类技术混战一团，哪个才是智能家居的未来呢？要我说啊，从长远来看，他们通通靠边站。我更看好的还是在制定中的下一代 WiFi 低功耗标准 802.11ah， 与现有的 WiFi 全兼容，打通平板与手机和传统的黑电白电。所以啊，我给大家的采购建议呢，就是使用交流电的智能 WiFi 设备，现在可以优先购买。其他用电池的，便宜点的呢可以玩一玩，稍微贵一点的尽量别碰。另外啊，从短期来看，试图用一种无线技术统一天下不现实，一定是不同特点的无线技术分别适用在不同的智能设备上，然后用一个平台来统筹控制。何谓平台？平台是一套软件体系标准，再辅以少量的硬件当它的感知触手。有了平台呢，就可以直接把无线连接方式的问题降为不可见且无足轻重的底层问题，用户和上层应用只需要控制就行了，用不着知道是怎么控制的。一个成熟的平台标准呢，应该是定义规范了这么几件事情啊。第一，设备之间硬件上的连接拓扑结构是怎么样的？比如说，所有的设备控制中枢究竟是智能路由器，还是智能电视，还是手机，还是压根就没有中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家庭里边所有的数据究竟是集中在几块硬盘挂在路由上，挂在电脑上，还是放在云端，又或者是分散在各个设备自带的存储卡里面？各个平台都有自己的组织规范，究竟哪种对，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别笑，真的是哲学问题。第二呢，就是平台定义了设备在软件上的管理形式，究竟是按房间，还是按设备类型，还是按场景分组，要不要联动，有没有上下级，状态反馈，安全应急都是什么机制？这些呢，决定了这个平台发展起来以后的功能边际，以及用户能有什么花样的玩法。最后呢，就是安全和接入标准了。这个也可以说是用户着想，也可以说呢是各个平台为了建立门槛关门收钱，就不多说了。所以啊，我认为用什么连接技术其实并不重要，真正的战场在于引导消费者跳进哪个平台。有资格引领智能家居建立平台标准的，一定是在这方面涉猎较早，并且在产品上有所建树的知名公司。我们就细数一下这窥视九鼎的战国恩雄。谷歌年初32亿美金收购了 Nest， 黑莓才值47亿，名不见经传的 Nest 何以值这么多钱呢？让我们看看它仅有的两个产品之一啊，这个智能温控器。通过 WiFi 接入互联网，用手机随时随地的控制家里温度，家里没人的时候可以保持低功耗节能状态，要回家时提前把室温调节就舒适。功能作用呢并不复杂，使用局限性也蛮大的，家里边得是中央空调才行。但是你发现它的优势了没有？非常的漂亮，人性化。无法否认这是一个看脸的世界，
具备出色设计的产品总是有一种勾引人冲动消费的魔力，而用户一旦踏入此门，就是全盘接受这套体系标准的开始。果不其然，6月份收购 Dropcam， 10月份收购 Revel， 虽然谷歌自己的平台还没有公开发布，但是其宏大的构想蓝图已经昭然若市。不出意外的话，安卓 6.0 发布之日就是谷歌对智能家居展开全面狩猎之时。智能眼镜和无人驾驶汽车让谷歌的创新精神名声大噪，智能家居领域的每一个举动都引人侧目。要不要投入谷歌的怀抱是一件值得认真考虑的事情啊！不过目前最大的障碍呢，就是它还没东西。6月，苹果在开发者大会上公布了智能家居的技术标准 HomeKit。虽然在 iPhone 6和6加上它还是不可用的僵尸状态，但是标准已经清晰，接口规范相对明确，愿意遵循这个标准的硬件厂商已经可以就此开工了。苹果的理念相当互联网，所有的设备在它眼里边都不是硬件，而是提供某类数据的服务者，比如说提供光线的人，提供温度的人，提供声音的人。在 HomeKit 下，设备不光有房间、区域，还有场景的概念，这意味着你不光可以单独控制一个房间的灯和动力，还能让整个家都处于开 party 模式、电影院模式，或者是浪漫入睡模式。所有的设备自动联动，相互配合，营造出你想要的气氛。苹果做智能家居，除了拥有全球数以亿计的 iOS 设备作为后盾之外呢，还有两个先天优势。第一，它具备非常完善的 iCloud 云服务，家庭数据库存在云端，不仅突破了家这个狭小的范围，出门在外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查看和控制。二呢，是苹果有相对成熟的语音控制技术 Siri。 语音目前使用的人还不太多，但是随着准确性越来越高，也许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智能家居的人居交互最好的方式也许就是语音。以后再说 UI 这个词，含义可能指的就不是图形界面按钮了，而是语音了。苹果在智能家居方面的前景可以用水到渠成、众望所归来形容。SmartThings 作为一个开放的智能家居平台，刚刚崭露头角就被野心勃勃的三星收购。自此呢，三星也成为这个游戏重要的玩家，并且给这个游戏带来不少好处。首先它的财力会保证社区式开发模式递进速度更快。第二呢， SmartThings 很开放，可以同时跑在安卓和 iOS 平台上，并且三星电子涉及的家电面很广，电视、冰箱、洗碗机、扫地机器人，这些都已经有明确的智能化日程表，一旦发展起来，能量不容小觑。互联网厂商风云际会，也别忘了海尔这样的传统家电商。海尔白电天下第一，好多家庭呢都是整套整套的买。有这样好的平台和机遇，海尔也适时推出了自己的智能家居平台优家，是要分一杯羹。只是呢，我是这么看啊，这个游戏的胜负手不是自己玩的嗨就行了，关键是看谁能振臂一呼，带动起整个产业的开发环境，让第三方设备源源不断的加入进来，形成生态。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似乎互联网厂商更加擅长，愿意花钱尝鲜的往往是生在网络时代的新兴人类，海尔对他们的影响力有限。并且优家平台的标准制定速度过慢，再加上海尔自己也三心二意的同时保持对 HomeKit 的兼容性，这些呢都是前景堪忧的征兆。把小米放在最后来说，因为这是一个没走过一个地方必将引起血雨腥风的行动派，它不是慢慢的自己研发产品，而是通过投资整合迅速就拥有了一堆自己的产品，又通过强势植入小米智能芯这颗 WiFi 芯片，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平台和门槛。就是干的生猛做派，让我也反思别的家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学究派了。标准还在襁褓，小米的产品已经开卖了，插座、灯泡、摄像头，小米推出的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居物件。即便加了智能两个字，我给大家介绍它们的功能特点和使用体验也不过一杆烟的时间。下面呢，就以小米的产品为例，让大家感受一下当前智能家居产品的现状，以及究竟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了，现在大家就可以点烟了。小蚁智能摄像头售价149，参考价格呢是传统100万像素摄像头大概七八十块，同档次的无线摄像头大概要245，
专业监控摄像头那贵的就没边了。小蚁摄像头虽然也能当普通摄像头去用，但是它的特点还是更适合做家庭监控。家里边为什么要监控呢？比如说长期不住人的房子，有个监控就能很好的防盗。另外，家里边如果要是有小孩的话，你可以用它来看看保姆在干什么。有宠物的，上班时间也总是想偷瞄看两眼。不要试图当情侣们远程视频聊天的工具，因为从这个镜头看到的画面呢，全都是一副犯罪嫌疑人的样子。有种无线摄像头可以不连电脑，直接连路由器来远程监控，这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小蚁在无线摄像头的基础上加了什么样的智能呢？首先啊，它内置了小米智能芯的 WiFi 芯片，让联网这件事变得异常简单，只需要连上电源，附近安装了小米智能家庭客户端的手机就能够发现它，点添加，输入密码，绑定以后就能控制了。第二，它打通了电脑和手机，并且在手机的一个 APP 里面同时管理 N 个智能设备，你看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随时拿来查看。小蚁智能摄像头在使用上还有这么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啊。本体就是一个圆形，剩下的呢这个是架子，拆下来更方便隐藏，线也有黑的可选。指示灯可以关掉，这样更加隐蔽。带麦克和扬声器，你在远端如果想听啊，可以打开听到现场的声音，也可以突然吼一嗓子吓别人一跳，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画质可选标准 360p 和高清 720p， 画面余眼有变形，可视角度约90度，左上角的时间码会自动判断背景来黑白变色。实测中如果是4兆以下的网络用高清来录的话就会比较卡。记录的图像可以选择是24小时不间断，几天一循环，那这样的话一小时大概有300兆，或者呢是仅当画面有运动物体的时候再录啊，这样就非常节省空间。存储的介质一般是用外插的 SD 卡，哎，好玩的来了，如果是摄像头插在小米路由上，那你可以录在小米路由那块 1T 的硬盘上，这样连续录几个月也不是问题啊。小蚁和行业监控摄像头相比肯定还是有一些不足，首先呢它没有红外，夜视效果不佳，其次啊不能摆动，怎么放房间都会有死角，可能需要两台一起配合。另外录的像不管是在 SD 卡还是在小米路由上都属于是本地存储，如果被监控人事后发现呢，数据是很容易消除的，防君子不防小人吧。不过至少智能让曾经高大上的行业监控一下子变得简单和便宜多了。小米智能插座售价39，参考价格呢是市场上不智能的带 USB 单个转换插头，大概也要20-30，也内置了小米智能 WiFi 芯，打开开关同样出现在小米智能家庭的应用里。如果你之前装过别的小米智能设备，这次呢就可以不用输密码快速连接。一个小小的插座，你用手机能控制的无非也就是开和关两种状态，这有什么用呢？一些可以常开的电器啊，比如说灯啊，还有这个啊，还有什么呢？啊，这个我们就说灯吧。保持开关处在打开状态，就可以通过手机控制灯亮和灯灭了。另一个用途呢，就是一些关掉以后啊，仍处于待机状态的电器，为了安全起见，以前我们还是要关一下插排的开关，现在啊，可以在手机里边就实现彻底断电了。听到这儿，有些人已经开始觉得扯淡了啊！直接按个开关多方便，非要打开手机再点开 APP 再控制。是的啊，只是如果是这种插头在家里边有很多，那你就可以编组批量开关了，或者是定时自动开关，这样就很爽。还有啊，冬天晚上你要和老婆划拳决定谁爬起来去关灯的时候，这个就有点用了。第三件法宝 ，Elight。太阳花 LED 智能灯泡，这个和苹果商店里面飞利浦的智能灯泡很像，预计售价199，199一个灯泡就不给啥参考价了。我们把灯装好，开关打开，由于不是 WiFi 而是 ZigBee 的，所以啊还需要一个支持 ZigBee 的 USB 灯口插在小米路由上。注意啊，这是给小米定制的，如果你没有小米路由就用不了了。安装完以后，很不爽的是Elight 智能灯的控制界面并没有集成在小米智能家庭的 APP 里边，
而是在小米路由器 APP 扩展插件里面，接管以后就能控制开关亮度，还能调成各种颜色啊。不过人家不叫具体的颜色名，而是叫浪漫、沙滩、海浪、激情等各种场景名来替代。究竟能不能营造出这种气氛，那就需要使用者有强大的脑补能力。Elight 智能灯是小米智能家居几件套里边相对不靠谱的一款。首先，如果它不用 Zigbee， 理论上是能够省掉一个 dongle 和宝贵的 USB 口的。其次呢，调颜色这个事情吧，对用户可能开始觉得新鲜，过后就厌倦了。待机的时候有功耗。最有用的远程开关其实也可以通过智能插座来实现。所以啊，这个产品形态我不是特别看好。另外，控制界面和其他小米智能设备并不统一，还没有完全融合在小米的智能体系当中。不管怎么样啊，小米在所有厂商里面已经快速坚实地踏出了第一步。也许到平台战争收官阶段，各个玩家 show hand 的时候，小米平台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用户筹码，闷声做成了既定的事实。我们今天拿小米三件套来举例，也是因为它们大体代表了市场上所有智能家居的产品现状。不能雪中送炭，但是可以锦上添花，有好玩可爱的地方，也有难用蹩脚之处。如果你现在决定买智能家居的产品，可能会踏进一个深坑，但至少它是一个美丽的深坑。总结，今天聊的是一个开放性话题，在未来还输赢未定，充满变数之时，我夹带了很多个人不成熟的观点和预判，大家见谅啊。从背景、技术、产业形势和产品体验的介绍中，大家可能也看出来，智能家居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产品呢相对初级，解决的也不一定是家里的刚需，但美好的前景已经初见端倪。当下智能产品越来越多，智能钢琴、智能血糖仪、智能空气检测、智能自行车，喜欢尝鲜的朋友可以有选择性的出手了。选什么呢？虽说产业规律是得平台生态者得天下，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千万不要陷入研究背后技术优劣的怪圈。好技术并不一定是最后的赢家，只要出现一款足够有魅力，能够迷住你，让你心存向往的好产品，不要管它是什么连接技术，隶属于哪个平台，不要犹豫，勇敢的去买吧。历史上靠单品突破慢慢形成生态的例子举不胜数， Windows、 iPhone、 尼康、佳能、小米、腾讯无不如此。世界本没有平台，用的人多了就成了平台。乱世混战无虑可循的时代， Follow your heart。 尾巴，有些事我都已经忘记，但我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看了一本童话书。一个叫做托米的孩子呢，很懒，每天早上都是床自动翻转，各种机械臂帮他穿好衣服，机器人刷牙，传送带送他上学。但是有一天机器坏了，给他的头穿上裤子，给他的脚刷牙，而自己又什么都不会做的托米无助地哭了。啊，多么悲伤励志的故事啊！教育孩子要勤劳动手，而我呢，却深深地迷上了那套装置，对托米羡慕得要死。与其说是懒人推动世界进步，倒不如说是源自人们心中的叛逆和不随人后的想法。在西迪尼奥影响力中提到，世界是由那一小部分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的人决定，他们引领了社会看似跟风的主流人群。做先烈是要付出代价的，试着问问你自己，如果在电视刚刚诞生只能收看一个台的时候，你会花钱去买吗？很明显的问题，对吗？向那些做出蠢决策的人致敬。正如星际穿越中所说的，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我们不是守护者，而是探索者，是先驱。好了，下期再见。